总监吉康利，还有我们即将接任的以及首敲的我们的社长 AB 杠，与各位贵宾大家晚安的好。好，保姆好，非常感谢哈、哦。我们这个虽然疫情的关系，大家还是非常用心在线上服务哈、哦。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例会的开始，那么也带给我们很多的能够在线上来开会，可以增加我们很多的知识，还有带领我们与我们的 AB 杠，今年开始来带领我们产经网络风云社能够结出更结出的机会。那么 AB 杠可以说在社区以及各地方都非常的成功，他所作所为也将是我们新年度的带领，我们再共同来支持他，共同来为我们新北产经风云社更上一步。谢谢，谢谢鼓励，我会加油。感谢保姆 PPO Smile 给我们的勉励，在下一个阶段。